经由水保署青年回乡计划阶段啊好，共同伫五甲市旁场的500年加冬树举办着爬树仔的体验活动，除了会当借此用无同的角度亲近大树，伫市旁场更会当体验采芳味甲品尝芳味的活动，非常的特别。以前水保署青年回乡计划甲大拿好，共同伫五甲市旁场的500年加冬树举办着爬树仔的体验活动，除了会当借此用无同的角度亲近大树，伫市旁场更会当体验采芳味甲品尝芳味的活动，非常的特别。往年我们这个计划的起源地是在云林啊，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理念可以慢慢的向外面扩展。那今年刚好有机会跟大林好这个单位来合作，那刚好找到一个百年的茄冬树，那这个茄冬树也是充满了历史的意义。那相传这棵树是林青霞以前小时候在这边生活爬的树，这样，所以让大家爬上去吼，虽然当不成巨星，但是爬上去也是有巨星的感觉。因为在林青霞的自传里面也有提到，她小时候就在这棵树上常爬上去，然后许一个梦想，许以后之后可能当大明星，好，当一个巨星。那真的就是后来她真的当成巨星了，所以办这个体验活动，大家爬上去的时候也可以许愿，希望之后可以当什么职业啊，当什么医生都好啊，希望都可以那个应验。这样记者班家燕家己观采访报道。失智症是一种病，不是正常的老化，镜头不来记忆退化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。譬如讲，代志虽讲虽袂记，无头神，情绪无解稳定，个性变甲较猜忌，物件无去，唔知要安怎找顶顶的镜头。嘉义县失智症合照护模式，提供对体检、早期发现、专程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。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，会当预防甲减慢生活功能退化，